彰化县政府关怀守护学童交通安全，积极办理守护学童安全联合稽查。县长魏明谷与台中区监理所彰化监理站长王显文五日到中山国小访视学生放学情形，并巡视交通安全稽查，以实施全方照护全民幸福的施政理念。课后托育班、安亲班、幼儿园一些交通车啊，大致上都符合这个规定啊，他表示非常的放心哈，啊，希望我们啊彰化县的孩子都能够在很安全的这个环境里面哈啊这个上下学哈，那也希望家长一起来关心哈我们学生交通车的一些状况啊，让我们的孩子在所有的交通接送的过程都能够的啊保持安全这样的状态。看咱的囡仔是坐，阮骑机车，家长的接送有滴安全无？种种啊，这个道路的安全，包括入去校园做一个巡礼，嘛真欢喜，感谢咱馆长今仔日会来关心咱的后一代，咱的囡仔，嘛愿望咱继续为着咱的教育环境，继续大家做伙拍拼。守护学童安全行动，在交通繁忙路段的学校放学时进行宣导稽查，项目包括。幼童车限乘人数、车辆定期检验、车辆安全设备等等，现场除对违规车辆开单告发，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外，更于现场向学童家长及安亲补教业者宣导正确的交通观念，以关怀辅导的方式杜绝交通违规行为，共同守护孩童行的安全。公益频道张华运彰化采访报道。